在今年 Memorial Day 之后，标志着美国夏季活动的开始，也意味着海滩季节的到来。海滩博士最近宣布了2014年全美最佳海滩名单。佛州和夏威夷的海滩得益于它的广阔度、水域平静以及海水清洁度等因素名列前茅。其中夏威夷欧胡岛上的杜克卡哈纳莫库海滩排名位居榜首，其次第二位的是佛州的 Barefoot 海滩，第三位是佛州狭长地带的 St. George Island 州公园海滩。被誉为海滩博士的 Leatherman 先生是大学教授和海岸研究中心的实验室主任，他领导的海滩研究团队以50条评估项目对美国各地的海滩进行评估，如沙子的软硬、沙子的颜色、水温、风速、水质、空气质量、海滩形状、气味、清洁度等因素。这项年度排名已有23年的历史，在美国被看作海滩评比的权威。在2014年美国十佳海滩中，佛罗里达州占了4个，夏威夷有3个，南卡州、北卡州和马萨诸塞州都各有1个挤入前10。中网电视编辑报道。